洗刷刷，洗刷刷，洗刷刷，洗刷刷。大家好，我是草根。哎呀，今天呢，准备吃顿大餐。哎呀，吃顿大餐呢，太不容易了，攒了二年的钱呢。吃啥大餐呢？洋人的菜饭，西餐。哎呀，西餐呢，尝尝小煎牛排吧，从来没吃过，长着大没吃过。哎呀，走，小煎牛排手起，喷香扑鼻，味美，太不容易了，攒了二年的钱呢，兄弟们呢。都捧捧场，给点点赞吧！我们到了，兄弟们，凯伦咖啡，位置在锦州市古塔区。哎呀，小牛排，兄弟们，哎呀，这馆子可不小啊，兄弟们呐！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凯伦咖啡，兄弟们，小牛排，哎呀，品尝品尝吧，小牛排太好了！哎呀。太好了，这屋的环境，兄弟们，亮堂的，兄弟们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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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就坐这儿吧，兄弟们，素净的，就我一个人，今儿个。哎呀，锦州市知名品牌凯伦咖啡，我的妈，还有国际友人、外国朋友，兄弟们，太好了。小红酒，兄弟们，哎呀，可惜了啊！今天呢不能吃酒，由于驾车来的，不能吃酒啊，兄弟们呢。小红酒，兄弟们，太好了，沙汁，我的妈，太好了，亮堂的小名厨，兄弟们，哎呀，优雅的环境，兄弟们，太好了！我的妈，妈这啥玩意儿？这是牛肉牛排，兄弟们。哎呀，牛排特色，兄弟们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兄弟们呢，都是小红酒啊，一的，太好了。哎呀，优雅的环境，兄弟们。都是小酒杯，兄弟们。哎呀，优雅的环境，兄弟们，太好了。哎呀，一等。哎呀，各式各样的小红酒，兄弟们。哎呀，小牛排，兄弟们，咱家都有啥特色呀？服务员啊，人家有那个金酱牛排，还有西冷，啊什么的。来牛排呗，来硬头货呗，是不是？来硬头货，兄弟们。硬头货占卜。不是，那牛排就行，那是啥玩意儿？牛肋条。这个呀。嗯，这个是咱家特色的。你看哪个好，我推荐一个。没人。咱要喜欢吃口味细腻一点的吗？完了得筋条。来软和一点的。软一点那就西冷。对对对，行行，哦、来软和一点的，嗯、咱家黑椒牛排都可以。还有啥呀？这点这一个不行，也吃不饱啊，还得来个别的节目啊。沙拉。不是，我不爱吃那玩意。或者是披萨什么的。披萨行。嗯。披萨行。披萨人家有里边有牛肉粒的。啊，牛肉粒儿啊，对，还有啥的？海鲜、水果，还有榴莲。来海鲜、水果、牛肉粒儿，来硬头货，来肉的呗。对对，是这个。对呀，俗话说得好，馋人爱吃肉。多少钱一个呀？这个？这是68，九寸的。啊，68，行。嗯。来一个，来这俩就够了，够吃了吧？够了。行。嗯。来这俩，来这个，来一个那什么？喝的还要？就是喝的来，要不来饮料，我来水就行，来矿泉水就行。矿泉水，对对对，它是那个是属于柠檬泡的水啊。行，来水，这瓶是杯呀那啊，行，来一个，坐吧，上吧，完了，行，饿了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太好了，这是这屋的环境，兄弟们，凯伦咖啡，锦州市知名品牌，哎呀，太好了。
俗话说得好，馋爱吃肉，我就愿意吃肉。兄弟们，今天就来了两份肉，仨字太好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太好了兄弟们，我的妈呀，这小牛排一等啊兄弟们，太好了，我的妈呀，这家还有啥说啊兄弟们呢，我的妈呀，这家太敢馋了兄弟们，今天呢可开斋了兄弟们，太好了，好了吗，这小牛排一等啊，我的妈，小西餐太好了，我的妈，尝了啥味道兄弟们，看咋样，我的妈，这没筷子，这都搁这吃啊，我的妈，搁这个拉是吧，我的妈，这尝啥味啊兄弟们呢，小牛排看怎么样兄弟们，还有牛排怎么样，哎妈，太好了，尝了咋样，看烂不烂啊兄弟们，太好了，我的妈，给这拿下来吧，太好了，好，太好了，真香啊兄弟们呢，我是不撒谎啊，太好了，小牛排兄弟们一等，还有苞米兄弟们，大苞米，苞米好，好吃，还有蛋，这里边还有蛋，兄弟们，还有蛋，看兄弟们，还有个蛋，瞎扯蛋，瞎扯蛋的，就我这儿来的，兄弟们，太好了，这小蛋，我的妈，太好了，我的妈，这小水也好啊，我的妈呀，一等真香啊兄弟们，但这菜也可不便宜，哎呀，吃就吃好了，喝就喝好了兄弟们，哎你看，哎呀上来了披着饼上，我的妈，有牛肉这里头老弟上，对，太好了，我的妈，太好了，一等啊，我的妈，老弟谢谢啊，这老弟太热情了，这给我拿下着啊，对，我就是给你拿下的，太好了，哎呀小披萨饼，这个小披萨饼就能照饱了我兄弟们呢，这哪国风格的，我也不知道，老弟我也不知道，太好了，小披萨饼太好了兄弟们，看怎么样，这个披萨饼就照饱了我兄弟们呢，这比馒头香兄弟们，太好了，一等，尝尝啥味道兄弟们，哎呀就直接这吃吧，我的妈，真吃不行啊，这拿叉子尝尝啥味道，我的哎呦我的妈，摄影师给特写看怎么样，我的妈，太好了嘛，黏着乎的，哎呦妈，好，真香啊兄弟们，还有牛肉兄弟们，这里边小牛肉兄弟们，真香，把这酱倒这个牛肉上，哎呦我的妈，太好了，太香了，好，特殊的酥脆，还有点香甜，这钱哪没白花呀，花的值啊兄弟们，好了，本期的美食就分享到这儿。喜欢炒饭的视频，记得点关注。对今天的凯伦咖啡、牛排、披萨饼有啥评价？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出来。我们下期见。太好了，我的妈！真解馋，真香。
拜拜，一定评论留言哦。妹子，算一下多少钱我这个？一共消费了138元。哎呀，138元不贵呀，人均不到70块钱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接地气了，太亲民了，批发价啊，兄弟们呐！哎呀，太好了，人均不到70啊。OK， 谢谢。